记者邱巧珍台北报道，这么可爱的红色瓶装可不是一瓶保温瓶哦。SKII 因应中国农历年即将到来，推出2018青春露新年限量版，结合喜气洋洋的红色以及鼓励梦想启发的主题概念，设计了全新的红色限量瓶身，搭配上雾面质感的质地，乍看之下就像是一款造型可爱的保温瓶。这次由品牌法基设计总监领军设计的全新包装，除了采用应景中国年的红色外，并在包装外盒以摩登方式融合中国的书法艺术，书写了一个字体，仔细一看，现代感的书法体还蕴藏一只狗的图案。至于由法国人诠释的中国字究竟是哪个字，品牌并没有提出正解，大家可各自意会。1975年，日本科学家吉井隆在参观日本滋贺一家酿酒厂时，发现年迈的清酒师傅竟有着白滑细嫩的双手。为此，他花了五年时间分析超过500种天然酵母菌，终于淬炼出珍贵成分 Vitera。1980年 ，SKII 第一个传奇经典产品青春露诞生，正式开启 SKII 的全球美丽事业。近年，青春露每年都会推出限定瓶身，为经典包养添新意。1980年 SKII 青春露诞生，翻设自 Ellie Rose IG， 外盒上的现代感书法还蕴藏狗的图案。记者邱巧珍社 SKII。2018青春露新年限量版230ml 5480元，1/1上市。记者邱巧珍社。红色搭配上雾面质感的限量瓶身，超讨喜。记者邱巧珍社。